我从小崇拜李小龙，八岁开始习武。1998年，我拜咏春拳大师郑宗为师，系统学习咏春拳。这些年，我们不断推动咏春拳走进寻常百姓家，帮助越来越多的人缓解压力，强身健体。练习咏春拳正成为一种时尚、健康的生活方式。